虽然风势强劲，雾气浓重，但我们离开关山下营地和那池烧仙草之后，既没遭受危难，也没有人闹肚子。入住的营地平整避风，天还亮着已经扎营停当，天刚黑好菜就上桌。只是今天有道菜看起来不文雅，摄影师盯上陈老师，他会不会在镜头前开口让人好奇。可惜的是，第二天情势有变，麦哥生怕天后改变，路况不佳，特别在出发前要大家暖暖身，活动活动。但是敏感的大摄影机不是暖暖身就能维持机能，究竟他挺不挺得过中央山脉南一段，完成大纵走影像工程，这场雨雾是关键。大纵走接近尾声，中央山脉似乎想来场期末考，来个危机总考验。天气湿冷，摄影机濒临崩溃边缘，队员体力出了状况。在小关山前，云追风，风吹云，我们则压力重重，开始漫长难熬的中央山脉期末考。我们现在所在地啊，海螺难呐、啊，海拔3175公尺，应该是在冷杉林带。但是这一座山是一个老林奇的单面山的典型。可是那一段远远的看，好像都是单面山，都是一边很陡，啊，一边都是比较缓的。对呀，这样好几座都是这个样子。呀呀，所以到这里呢，它其实这个已经是。菱角都削得差不多了、啊、就是这一面我们刚才爬的那一面是有一点真的是蛮陡峭的、啊、真的不太简单给你爬了对啊，在这边、哦、看起来很平缓，可是你要想要上来海螺难，其实要背重装爬这个很陡的坡才上到这个平缓的地方，所以说简单也是不容易啊它称得上的百叶的还是有它的雄壮处处呀。对，老师，你说这边是进入到比较老林奇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也有赤柏跑上来，然后还有玉山箭竹，那像那个玉山针叶，像草一样，那像头发一样，对，而且是很长啊。这里原来应该是冷杉林了啊，现在这个就变成草原以后，这个玉山针叶，你看它一棵啊，你给它算看看，可以超过1000根呢。哦，有啊，它这样1000根。一把一把的，很多真的像头发一样。对，然后我们把那个下面那个根系打开以后，你可以发现它很多侧芽不断增长，而且如果在森林内不是一年哦，可以长好多年哦。嗯嗯。啊，因为在上面风吹的结果就前面就少年白。对啊，这样风吹哦，还真的像这个头发飘逸这样子。在三叉山顶那附近，我记得也是很多玉山针叶这样，很大一片，它也是会爬到比较高海拔。它就是从冷杉林内到高地草原都会存在的，一上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它已经堆积很久的土壤层，而且经过反复几次的火灾，同时呢，二叶松也都上来啊，像这一棵就是台湾二叶松，啊，这个箭竹草地，那这是台湾呐啊很多的3000多公尺以上的啊大致上的老林奇单面山反复火灾循环。以及地纹的这种循环所形成的，啊，表面上是高地草原的一个混沌型的山。登上海螺难山的山友不知道有多少，会正眼看看这丛杂草，好奇它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人没有几个。陈老师不但注意到它，好像还在和它打旗语，交换我们看不懂的天机。山头云雾阵阵，视野受限，但是麦哥眼中却跳进熟悉的名字戴曼成，台湾前辈山友，是继四大天王之后的山岳探勘者，尤其熟悉中央山脉南段和中极山。海螺难山虽非声名显赫，有陈玉峰老师和戴老光顾，算得上知音者众。不过陈老师对海螺难是台湾赤羊这个说法有些疑问，认为高度不对，正想深入讨教，向导却推说风大，收音不佳，走得飞快。也许在他们心中，祖先命名必有深意，不必以学术眼光斤斤计较。
你看这个风啊，就像轻度台风一样。哦，过了海诺南山哦，坡还蛮缓的，那前面都是比较矮的建筑物，就蛮好走。那这边有一段建筑就高了。那这边一样有很多这个赤柏啊，赤柏挡道，直来难行啊，慢慢走。那天气依然没有好转，感觉越来越差。那我们今天要赶快赶到营地扎营，大家可以比较舒适啊。那我们就陆续往小关山北峰前找营地。海诺南山下被我们追上的六人先遣部队，不知道是不是抵达预定营地。自从他们先走，两队说好定期以无线电通报现况。寒风刮着，刺薄挡道，虽然通报时间还没到，大家还是忍不住期待收到他们找到水源扎营完成的讯息。是不是到营地了？看到下面有人呢。哎，到了吗？前面的。前面。是哪几位？二十分钟。营地在哪里？那你们去哪里？取水。哦，这么快？下次不要叫我取水了。为什么？很近了。太近了。太近了是吧？哦，是切到哪里取水啊？下面了。下面哇。哦。哇，他们太厉害了，他们已经到营地，然后已经严重的伤心了，下去取水回来了。哎，猎人，哎，哦，辛苦了，太近了，下次不要叫取水了，真的太近了是吧？哦，真的太近了，哇，哦，这个水在上，这都是水啊，这是我们走下去的能源啊，动力就是靠这水，19个人员就是要靠这个水，哇，辛苦了，哇，你们动作很快，哎。哇，哦，看到，哎，下次要不要叫你去水？我不要了，不要了。还老走呢，老走啊！你们切多深啊？看不到呢。看不到，因为植物。植物看不到，植物。真的哈，对。哇，你们大概取多少水啊？200公升吧。哎，接近200公升了。差不多有差不多100吧。差不多70公斤吧。哦，你看这个。70-80公斤了。简直是超人啊！真的是很辛苦，很感谢他们。小杨，我看到谁是透明的了呢？小杨，哇，你看小杨这坦克车啊！来，请看透明的水。有。哦，哇！1、2、3、4，还有这一瓶水，这样子差不多50公斤啊，跑不掉。差不多50公斤了，50公斤。主要是透明的，而且是透明的。对，今天没有那个烧仙草了。没有。哦，喝太多对身体不好。OK， 哇，太棒了。真的谢谢小杨，辛苦了。不会，大家都辛苦了，辛苦。大概在30-40分钟就到营地了。OK， 好。那慢慢走，感谢他们啊！我们中央山脉整个拍摄都想到帮忙啊，那我们这一艘纵走列车一直能够开下去，持续的往下走。他们身上背的就像火车的电力或者汽车的汽油一样，那我们就是要有水，我们才能够有动力的生命力，才能继续往前前走。好了，那我们也赶快到营地啦，今天应该不用摸黑了。没想到还没等到通话时间，我们就遇到了杯水三壮士。大家被风吹得脑袋发胀，双腿发软，一路苦苦挣扎。遇见他们直到营地不远，又见到小羊巨塔一样的身形和他背负的洁净饮水，简直像打了吗啡一样，瞬间精神百倍。接下来的路程走起来更是如履平地。水啦，漂亮！哎，到营地了！哦，看到营地了，你看哪里？那边。
哇，你看，那个帐篷外帐都已经搭好了，就在山坡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旁边有一些树，那也可以看到小羊背着这个水的身影哦，在这雾中慢慢慢慢慢走到营地，感动。到营地了，哦，看到帐篷了，哦，真的是。真的一直搭好温暖的帐篷，真的是感谢感恩啊，感谢乡导们。啊，吴马师，哎，到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好，赶快卸卸冬装了，卸冬装了。啊，阮姐，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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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高兴，没有摸黑。哎，辛苦了，辛苦啊。没有摸黑。大家都背那么重，真的很辛苦。要到营地了，赶快休息。好。哇，你看现在选择到在这个棱线的下面，这山腰哦。有一块平地，虽然今天风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不过目前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感觉上风还好，就是有一点风而已，不会像说我们今天在棱线上，整个吹的人都会晃哦，都会偏掉，走路都会偏掉。那现在帐篷哦，一二三四五，五顶，然后外帐都搭好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们的水源都取到了，那表示我们今天晚餐、明天的早餐、明天的行动水都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再向南哦挺进。可以再向前迈一大步哦，对我们这次的影像记录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真的谢谢他们。哎，到了到了。哎，哦，辛苦了，麦哥。哦，辛苦辛苦哦。哇，辛苦了，你真的把这个营地弄好，我们都没有后顾之忧啊。这边是第一个营地，上面还有一个营地，真的很崩。哦，这个也是营地。对对对，上面风更大。更大很大。对啊，这边虽然有风，感觉不会太大，还好。对，目前都还好，万事俱足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他们刚刚起水的最辛苦，下很深了。对，我们遇到啊，辛苦了大家。哦，哇，漂亮嘞！三苦瓜，我们下次采的。三苦瓜，好深绿，这谁种的？小杨，小杨，小杨种的，没有，那是四川买的。这次我们的高山主厨就是小杨啊，他一样准备非常丰盛的餐哦，不管是晚餐、早餐，还有这种新鲜的三苦瓜可以吃。别浪当，真的棒。好，现在大家到营地了，开始处理民生问题哦，开始料理了，好吃的晚餐，赞了赞了，三苦瓜有纤维质。小吴的刀工不错哦，有练过哈、哦？有有有，以前你会雕花。吴马斯，啊，你应该也蛮会做菜的吧？对，这个秘密秘密秘密啊？为什么？下次就换我煮了。吴马斯的话，苦瓜要削皮呢。他家是做民宿的嘛？哈，对，所做民宿有时候也是要对对吃嘛。对对对。哦，你下次去你的民宿。好。玩一下了，徒步下山的时候完成这个大动作的时候，好，去你那边，对，前面泡茶，泡茶，泡咖啡，咖啡给你们喝。OK OK，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种什么农作物啊？最近的话是玉米，还有树豆，还有梅子。玉米、树豆、梅子、梅子，哎，四季豆，四季豆，哎，好啊。那下山的话去那边。是这个树豆，还有玉米，玉米有吗？玉米，玉米还是种子，还比较小一点。对对，让我们吃这个现成的，长好的。对，梅子可以，梅子对。好，那我们就下山可以去乌马斯的民宿去玩一玩。是在哪里啊？在望乡。望乡啊，望乡。那新疆那边呢？对对。对，等等等等。即将宣布下一届的望乡的万美村村长就是阿青了。竞选团队主任，主任哦，那村长选完了，我要选副长。什么副长？那副长，我们家里的副长。副长。那我觉得蓝教官可以去选立委啊，哈。哦，对吗？对，再选高一点。哦，这样哎，也不错呢，哈。对。对啊。应该是高票落选的。可以啊。高票落选。村长会被。你现在那么多了，还有多了。村长。我们中央山脉大动作每一段都有议员呐，那哪一段议员就不见了？对，哎呦，喝点水哟，选一下。对啊，应该再选一下议员哈。对，总是要有议员啊。奇怪，刚选议员的都会失踪啊，都会那个没来啊。那我们等一下吃饱饭，我们选议员了。好好好。喝开水。啊，
来，我要开水。摄影师阿义破嗓声音一出，大家笑闹一阵子后，马上就心疼起来，同时也庆幸让六位向导走在前头先扎营的决定是对的。冷风中长途跋涉，一行人又累又冻，一到营地就可以换上干爽的衣服，围着冒着热气的锅子，那种幸福感就像工作一天回到家，桌上有热腾腾的菜，家人满满的期待，让人从内到外都能获得疗愈。不过治疗感冒喉咙痛，还是得找中央山脉的南丁格尔拿药。说来奇妙，一路走来，大家身体不适马上找软解，正牌的随队医师李医师反而被晾在一旁，可见成见有多难改变。而小杨今晚的一道菜也在挑战我们的成见。玉山真蔺是缩草科蔺草属植物，为阳性，大多生长在土壤富粘性且深厚的高山草原，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都有分布，台湾是它分布的北线，全岛海拔2000到3700公尺的山区都有它的踪迹。说大家辛苦了，哇！今天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吃这顿饭其实不容易啊。第一个，我们背那么多食物过来，然后最重要是，我们今天的饮用水啊，真的是大家去背上来的。所以，我们吃这顿饭是很感恩的，还有喝到这个汤、喝到的水都很感恩啊。非常感谢汉马、小田啊，还有小夫，先把营地都整理好，然后帐篷都搭好了。对啊，谢谢小田。非常感谢小杨啊，还有猎人，猎人哇背了很多的水，还有蝌蚪，蝌蚪，哇背了快100公斤的水，最重要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饭啊是白饭哦，今天不是炒米饭、啊。我有一个疑问，这个是什么？哦，因为我们都没有吃过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就吃一根就可以了，就饱了，真的。这个是什么肠？对，哇，香肠啊。这是香肠，是很热的狗。香肠，这个吃一条。这不是台湾，不是台湾做的了，这是外国的。对，外国的。这吃一条就饱了。对。这个太大了，这个没有吃过那么大的呢。好了，那我们也谢谢一下了，一二三，谢谢小杨师好了。好，好了，一二三，谢谢小杨师。吃饱，老师，谢谢洋葱花，感谢所有的人啊，大家辛苦了啊，开动喽，小峰啊，走啊，来来来，这不用这么快，这个不用，这个数量，我们是文明人，香肠一人条吗？是，是的，好，好，老师，来来来 ，Lady First， 你是先。大小才够。热狗一块，这是热狗哦。老师先，怎么写香肠？嗯，蛋，嗯，蛋满了。
话，反正这一条就满了，你看。小孩子照笑料哦。以后可不可以接两半啊？你的也很厉害。哎。哎，现在 MIT， 他就这么大只。赶快吃饭，赶快吃饭。让你们，让你们上。哇。那这个等一下再吃好了，放着吃起来不好看。啊，一个都没有，我就知道。太哥就是夹，装不下去啊。没有，要进去夹。等一下再吃，反正一人一条嘛，不会跑掉。不会跑掉，可以放在那边。我跟老师牺牲。羊香肠尺寸果然比较大，大到让人害羞，吃得脸红心跳。要不是陈老师不计形象让摄影组拍摄，阿姨完全没办法捕捉到张口咬的那个关键画面。陈老师您辛苦了，而且这苦有口难言，只能往肚子里吞。昨晚的烧仙草，今晚的羊香肠，都让我们的晚餐增色不少。先遣部队不甘寂寞，悍马和乌马斯在一旁表演有福同享的戏码。只是这戏码不但不温馨，还把大伙儿一整个晚上弄得更冷了。冷得受不了的夜晚，麦哥用卫星电话联络台北，确定有个冷气团，但是影响范围只限北部和东部。身在南部的纵走队伍一大早置身五里雾中，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还在台湾，甚至怀疑大纵走队伍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穿过虫洞，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多想无益，还是得背起背包走出迷雾。只是厚重的云雾压在身上，总觉得向导的背包越来越沉，我们的路越来越长。这样就好了。坐了，坐了，坐了。好，支援，支援。好的。MIT 高山游牧民族要在逐水草而居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迁部落了。那现在要迁部落，最重要就是打包整装哦。不过今天要迁部落，所有的人要更提高这个意志力和勇气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恶劣啊。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啊。今天的能见度非常的低，差不多50公尺。那我们待会呢又要再走到山腰，然后又切上人线了，所以今天的风一样是会非常非常的强劲哦。这对每一个人在行进间都是一种考验，所以所有的人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不过我相信大家的斗志都还是非常的高昂啊，一定能够顺利的走过去。今天的路线比较长啊，我们待会就要先翻越小关山北峰，过了北峰之后呢，还要再下去，再上今天我们南一段第4颗百岳啊，小关山啊，这一颗也是气势非常恢宏的一座山。那过了小关山，我们就再下去，再上云水山。那本来是预计在云水池这个地方扎营啊，不过云水池目前来讲应该都是没有水的，所以我们计划是再往下推，再下到云马最低这个鞍部，然后到这个鞍部的话就可以向东下切到溪谷去取水。那这个水源是南一段来讲水量很大，比较丰沛，比较稳定的一个水源。今天是预计到这个云马最低鞍部，过到这个鞍部的话距离就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行程算是比较赶，对大家精神都提高，接受这个大自然严苛的考验。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是求泳在针刺海当中，那今天呢是云雾海当中，但是呢，我们是阳光的子民，也是风雨雷电的子民了。哦，所以我想
各有不同的这种情趣，也不同的考验。对啊，这样的天气哦，对我们拍摄来讲是当然比较不利啊，就是没有办法拍到很多美丽的景致啊。我们现在营地所在地就是一个铁山林带哈，后来破坏以后就变成这个草原灌丛松林嘛。那这个松现在是稀疏的这个状态，那它恰好这样的天气，就是说虽然它不下雨，但是呢，它是来自南北啊，这个大气候所导致出来这种云雾状态呢，它提供整个南台缺水时段的雾理，雾理啊，黑水塘种种每一个池塘，你可以看都干的，可是这里的植物不缺水，原因就在于在没有水的时候用雾理来提供。有，我们早上起来帐篷的表面啊都是一层水雾水，或者在那个在树下非常的潮湿哦。所以这个雾雨，这个雾对南台湾，尤其是台湾的南部，在冬季是相当重要的水分补给啊。对，所以大家心情要释怀一下，虽然天气不好，对我们的拍摄比较不顺利，可是它对整个大自然它是很重要的。那有这样雾气呢，能够把这个水分注入在南台湾的山区啊，听到老师这样讲哦，我们心情就释怀多了。坐车喽。活动筋骨，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来，我眼线哦，身体放松哦，深呼吸，然后颈部开始，一，左边哦，二。陈老师果然能见人所未见，把恼人的物语理解成南台湾的甘霖，大家似乎也比较心平气和一些。但是天气越来越糟是事实，还是得做最坏的准备。南一段以来第一次晨操，汗马还带了几个高难度动作，情势之严峻由此可知。大家乖乖地跟着做，谁都不希望钻进雨雾之后一不小心湿滑踉跄，伤了没拉开的筋骨。哎呀，好了，筋骨都活动开了，身体也热起来了，筋都伸展开了，这样待会爬陡坡就比较不会受伤。OK， 好了，那待会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要关压后嘛，哈，跟那个穿山甲。老人组，可以吗？哦，可以。这段开始就累了。这啊！几点开机？你们2点多。中午以后了，加油！当然忙了。中午以后了，好。2点，要比熊呢，哎呀，又亮了。互相帮忙啊，两脚关，练好了6位。等下关节换雨鞋喽。对。到最后哈，老人。不错。来，老人。好。Go， 出发了，小关山，我们来喽。关山是南台首岳，山势陡峻难行。小关山虽然有个小字，但难度不比关山小。山友有句顺口溜，关山陡峭，小关难缠，云水无水。尤其现在天候不佳，小关山的难缠又升级成非常难缠了。师母昨天越走越慢，晚餐也兴趣缺缺，看起来情况不太妙。出发前特别安排蓝教官押后关照全局，而陈老师也把注意力从草木树石转移到师母身上，全队进入备战状态。台湾赤杨是桦木科赤杨属植物，又名水科仔、水柳科，分布在全台平地西岸到3000公尺高山，落叶乔木，叶长椭圆形，叶缘有浅锯齿，根部具根瘤菌，能改良土壤。花暗紫色，雌雄同株，果实椭圆，形似松球，环境适应力强，在潮湿干燥或土质贫瘠的环境都能生长良好。今天气温蛮低的，我想一路陡上哦，背着重装走，还是开始冒汗了，热起来了，所以大家有的把
比较厚重的衣服啊，都把它换掉。那我们现在就是往小翻山的北峰前进了。前面这段路段比较陡，因为我们在背风面哦，所以现在风也似乎比较小啊，没有听到风声啊。希望这是一个好现象，能够持续下去。上去的话，若风小一点，对我们拍摄会比较顺利。好，加油加油！啊，等后面一下。好啊。山路陡峭，麦哥让大家慢下来，好让陈老师夫妇跟上。这时候我们发现乌马斯走路常常把手放在帽子上，细瘦高挑的体型，云雾弥漫的场景，让人想到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也许我们纵走结束，拜访乌马斯的民宿，慢熟的他会给我们一个武神的惊喜。然而天后实在恶劣，灵光一闪的奇想之后，还是得专注脚下，及早脱困开始栽。哎呦，加油加油！风果然是藏在人挤的另外一面了。现在我们爬到人线上了，就听到很强的风声了，咻咻的哦。那我们现在爬到的高度哦，是海拔3150公尺哦。那这边上面还有一个营地，我们昨天那个营地是3000公尺左右哦。啊，再上来一点，在人线上还有一个营地，所以这边也是可以利用的。这边就是在小关山北峰前的一个营地。那目前虽然风很大，可是在这边还算蛮避风的，所以也是可以参考来利用这个营地啊。那我们向导刚刚一样有6位啊，先遣部队已经先出发了。那他们先去这个云马最低安部那边扎营，一样去取水。那我们组队呢就在这边慢慢前行哦，因为今天也许会摸点小黑也不一定。不过我们慢慢走应该是没有问题。OK。啊，老师，哎，嗨嗨嗨！每天都看到你自言自语，你都在讲些什么？每走一段，整个生态变化都要解释一下嘛。爬山哈，以前我们是像蚂蚁一样，一直供奉公蚁一样，密密麻麻的做样区调查，啊，这个各种物候登记。那现在呢，已经做了37、8年了哈，那就是比较简单，就只用录音一下，因为现在大致上看到一个环境，大概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好，比如说这一扫描啊，知道这是冷杉林，这是火灾的林岩。目前就是火灾从上面烧到这里为界。好，你看那个就是上次提到的这个冷杉树。那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听到，哦，那个整个声浪，那个是除了这个松涛以外，是山在歌唱。山的肺腑在吐纳，那在吐纳里面顺便也滋养整个这些，在我来讲是欣欣向荣，很多的生命都因而滋长。老师真的是很浪漫啊，那我们有时候爬山看到这种天气啊，听到这种风声，哇，有时候心就凉了一半，说哇这拍摄很麻烦。可是老师都把这个不管是声音啊，或者看到的景象，化成另外一种境界，都把它升华了。现在已经比较偷懒了，所以才需要用这样的自言自语，要不然还要做详细调查。因为往往会很多次不自然就是这样，你每一次来同样一个地方调查，它都会给你一个新的资讯，新的 surprise， 所以这个就是永远就会有新的让你抓不到。对，老师就把这边所见所闻就把它记录在这个录音笔里面，他回去再整理。那这些呢，就是变成我们一出来的初步勘察里面的佐证的整条路线的总累积的，好，它按那来呢，你在哪里设样区，哪里下挑到重点啊，你就很清楚知道总体的观念，而不是说你只取几个样品就说那个地方是怎么一回事，而我能够有一种全观的观感呢，啊，去描述这个地区。陈老师做学问很重视调查，每到一次现场就能从研究对象的变化和周遭环境的互动多获得一份体悟。新一代的研究者喜欢窝在实验室里，透过细胞蛋白质 DNA 来理解生物，也许都能在学术上有所斩获，
但缺少和生物一起吐纳山林的机会不免可惜。遗憾的是，不知媳妇的学生到处都是。陈老师正准备开讲，摄影师阿义竟然视而不见，悄悄溜过，被拿着小摄影机走在后头的麦哥逮个正着。哇，呀呀呀呀！你看，哇，这里值得介绍一下哈。嗯。刚才我们钻的这个冷杉林下的依山建筑，对，一般来讲，依山建筑在森林下面呢，可以高达4-5公尺。嗯。像这里呢，我也差不多只有到2公尺，因为这里呢是也曾经是一个崩塌的石块的地区。你看这个石块，嗯，这也曾经崩塌地，而且这片冷杉已经年纪大，正在更新。冷杉的平均年龄是350年左右，那大约300岁就开始渐渐衰老死亡。那因为石块崩塌的关系呢，竟然出现了依山岩柏。这个应该是在上一代的，所以每一个地区它都会告诉你，从地文到声文到天文啊，那我们现在应该加上我们的人文，那从天地人生整个了解这一片土地，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台湾文化。大概是听到台湾文化，或者感受到陈老师天地人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对这块土地的感情，爱台湾不落人后的男子汉阿义突然惊醒，才又回过头来拍摄老师介绍的植物。对于从陈老师身旁无视而过的行为，阿义只能解释自己身体为恙，吃了中央山脉南丁格尔给的药之后，产生了闪神忘我的后遗症。从此之后，后遗症越来越轻，但是天气却越来越恶劣，上了棱线，风势骤强。陈老师想谈台湾的天地人生，又得照顾师母，显然在爱台湾和爱师母之间产生了挣扎。随着水气越来越重，阿义也开始在爱台湾和爱摄影机之间游移，但情势却让他没有选择。物候全名是生物气候，也就是自然界中生物周期性律动发生的时间。这些周期性的律动往往与气候相关联，而物候调查便是有系统的观察测量，记录生物与环境的改变，理解生物应付环境变化的方式，以利农牧业或预测环境变化。物候调查越缜密，越有预测参考价值。都穿起来了，已经下雨了，镜头已经起雾了。雨雾浓得化不开，浓到人走过去都像刀切牛油，会在空气里留下一道痕迹，能见度很低，大家生怕一静止下来队友就会看不见，又怕走得太快和队友距离一远，就会永远消失在这片白茫茫的土地上，谁也找不到。这时候对天气最敏感又是拍摄主力的大摄影机开始发出警讯，告诉大家他快撑不住，得休息了，担心他弃我们而去，我们得立即启动紧急措施。小冠山北峰哦，那因为天气都没有好转，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把我们的大机器收起来，好吧？阿义，那我们大机器收起来好了哈。好。因为我们还有4天的路程啊，所以我们需要在大机器能够维持正常运作，暂时把它
先收起来，等到天气好我们再拿出来好了。我们现在正在南一段正中间，进退都没办法。要收吗？收。好，收进去啊。就用防水袋就好了。这边露宿袋。或者用伞遮一下，尽量防水袋里面水少一点。乖乖哈，先休息哈。好，这是大机器的防水袋，那个口尽量不要让雨水进去。暂时休息一下哈，别滚着。首先那个，很久没有看到的人了，阿宏，哎，看一下，哪一段？这是哪一段？还是请阿宏哦帮忙，摄影组，哦，辛苦了阿宏，好 ，OK， 好，阿宏现在身负重任，要扛着我们的大机器行走。好了好了，好，我们要穿上雨裤啊。那我们暂时让大机器休息一下，因为天气实在是恶劣啊。因为虽然说这雨有的时候不大，可是风吹过来的话，它水汽完全会凝结在这个机器上面啊，那很容易造成故障。如果说机器坏掉的话，进退不得啊，那就要叫直升机吊机器下了。我们还是保险起见，我们用防水的摄影机来拍摄记录哦。那我们队伍刚刚已经越过小关山北峰哦，是海拔3239公尺。那从小关山北峰呢，中央山脉开始又有一点转折了，开始向西偏。它就像我们在前面走到马力加南东峰一样哦，向西偏，偏到义西奇马志又再往南。那我们待会这中央山脉呢是偏到小关山以后又再转回来，因为整个南一段基本上都是一个南北纵向的，还蛮直哦，就是在小关山北峰这边有点向西突出去，那我们待会就往小关山前进。好，整装再出发喽。风真的还蛮大的，防水都要做好，身体不要淋湿了啊。南北几百公里，动员11人的中央山脉影像即刻救援，在奇来山上演过一次，谁也不想重演。回想当时，如果不是有不计成本、使命必达的精神，我们的中央山脉影像记录工程大概已经中断。没想到都来到最后一段路，我们又被复活的磨难逮个正着，在劫难逃，也只能提起腿迎向前去。中央山脉主脊在丹大山向西转折，由原先的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经卢力拉洛山、内林尔山、马路巴拉让山到义西琴马智山，才向南转回南北向。这使得义西琴马智山成为中央山脉南段重要转折点。建筑里面奋战哦，现在对建筑是另眼相看了，因为陈老师说，全世界就台湾还有菲律宾有这些玉山建筑，所以钻进来很恼人呐、啊。不过也是以他为荣啊，这个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稀有的。不过老天哦，对我们的考验哦一直没有停止。虽然我们整个拍摄行程已经到最后一段了，我们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呐、啊，因为天气变换还是非常非常的快哦。如果坏天气的时候，对我们的安全还是有一些威胁、有压力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更要战战兢兢到最后一刻走下去，把它完成。这建筑现在都实施了，开始洗澡，开始游泳，在这个世界级的建筑里面游泳。冷山林下，陈老师为了照顾师母，分不开身为我们解说这里的生态。但我们举一反三，现学现卖，从建筑的高度判断，身旁高大的建筑底下应该不是石头，而是厚厚的土壤。
不过这些高大建筑却和浓浓的雨雾密谋联手。几分钟后，我们就听到前方传来惨叫声，再没多久，大纵走完美的安全记录也差点破功。看来麦哥说老天考验，真正严酷的还等在路的尽头。